OK，同学们，就来看这个三年级数学活动本哦，第36页哦。那么来到这个活动九，四位数以内的这个除法。OK，那么你在做除法之前，那么你肯定要背好这个乘法表哦。那么三年级，你最好也背到12是最好咯。所以我们看第一题啊，第一题那么这个是二的乘法表哦，那么是除法哦，所以你就知道四二八哦。所以这个答案肯定是四哦，所以这个是也是四，不过这边有个零，你就加到一个哦，那么这个也是四，就加两个零哦，那么这个四就再加三个零哦。OK，到这个三的乘法表哦，那么我们知道五三是15哦，所以是这个这样哦，所以这个也是五，因为它有点类似哦。所以这个就一个零，这边就两个零，所以要记得看了，这个不是乘法啊，这个是除法来的哦。可能有些人会写这边是六哦，不对哦。OK，到这一个 B 项了，那么圈一圈，算一算，那么例子已经给了你哦，那么是这里有三十粒这个点哦，那么就除二就是二组二组。就说这个两个点就画一个圈哦，所以你算看这边是有15个哦，所以就是这样哦。那么这个也是相同的，那么你就三个三个这样来画哦。那么是自由的话哦，那么你可以这样画都可以哦。所以一二三四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那么这个11、12，OK，所以这边是12哦。那么没有做算草了，直接就是这样算哦。那么这个除以四哦，就说你可以四个四个哦，那么你可以这样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11、12、13，所以这边是13哦。OK，那么就做完了啊。那么这个是三年级数学活动本第36页哦。OK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在这边subscribe 哦。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有关系的 video 在这边。那么这边这个 video 下面有这个 description 啊，那么你可以。按一些链接，那么可能可以下载 APP 或是下载答案哦。